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环保的，意思说譬如说这是肾脏，我们肾脏的这个每天经过啊需要处理的尿液啊，事实上99%的水分它都把它回收起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回收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水分的丧失会非常恐怖。我们一天的尿量大概1500cc 左右，那如果说是完全没有回收的话，那是1000多公升的那种水分会从我们的泌尿系统排出去的话，这影响非常大。所以怎么把这个水分能做最好的一个运用，能够回收的尽量再回收啊。我们人体啊就是告诉我们，对大自然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才能够让我们的人体啊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和谐度。这个上面的颜色代表的是水分所占的比例，我们在大人中水分占我们人体的比例大概60%-70%左右啊，那是很惊人啊。所以是水水的加碎，那个表示真的是水分够啊。如果水分不够，很难很碎啊，很漂亮的意思啊，这个很困难。那小朋友更是啊，70%-80%，在婴儿它是水分所构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水资源啊，在身体也是。那同时这一份的代谢是非常重要，所以多喝一般的水就可以，开水就可以，不要浪费钱去买那些矿泉水，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更不要喝饮料，因为那个增加的负担呢，不只是对肾脏，对其他的肝脏啊等等也是增加负担，肥胖更是增加负担。好，提到小朋友，我们看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童趣的就是童年趣味的那样的一个画作。这是美国的画家19世纪他荷马这位画家他画的。大家看这个小朋友就是在外面奔跑，这有些什么特别吗？这个有很大特别的意思啊。这个领头啊有一个小朋友，这个领头后面就跟着其他小朋友，可以大家手牵着手一路跟下去。然后这个领头的小朋友他一下往右跑，一下往左跑，所以你可以摆动的幅度就好像一条龙或者是什么样，在游走的那个过程中，他速度很快的时候，最后面那个人他就可能会跌倒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把这种小朋友玩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在户外非常有活力的有互动的过程中，也有那个互相帮忙还有反应的灵敏度去给他呈现出来。可是也很有趣的意思，我们看到这前面这些小朋友都是光脚的，这里的小朋友比较有钱一点，穿着皮鞋，就穿皮鞋反而倒了。所以这个好像是在田园里面啊，他已经习惯这样生活的农家子弟啊，反倒更能够适应许许多多的一个生活，也是告诉我们一些提醒。好，这位画家也很喜欢画大自然界的那种威力啊。也许大家画家会画的就海边河边啊都是那样子一片祥和啊，好像人间那么样宁静之美呈现出来。有些画家是琢磨在这一点，他就把那个好像汹涌啊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种乱石崩云啊惊涛裂岸的这个状况啊琢磨的用画作来琢磨出来，那这个看可以显现出大自然界的一个威力出来。这是他另外画的这个飓风过后啊，就是台风过后那样子啊，人啊疲惫的那种状况，在海边呢、这个船被打上岸来的这个情形啊，这个画家中也有这样的一份思维，要提醒我们人要敬天爱地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提到这个船难，这是飓风过后的船难，真正最让世人印象最深刻的船难，大概是这个铁达尼号。他在1912年4月10号首航，4月15号就撞到冰山，后来就沉没。当然，这个拍成电影还有很多的故事啊，大家也耳熟能详。这个其中有一个人物啊，是这一位啊，这个、叫魏德纳，哈里魏德纳。大家可以看到，哇，这个长相啊，各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那种感觉。他在铁达尼号上
上升了。他跟他爸爸还有他妈妈还有他的他们家的女管家一起到铁达尼号登上这个首轮首航这样的一个航程啊。结果在发生船难的时候，他们很有这个绅士风范啊，就先让这个女士上，包括他的妈妈跟那个管家女管家上了救生艇啊。他跟他爸爸后来就上升，连尸体都找不到的这个状况啊，他去世的时候才27岁啊，所以这个母亲呢、非常伤心难过啊，怎么去纪念这个儿子啊？为的呢，怎么去纪念？他捐款，在当时捐了350万美金呢、给哈佛大学，建立了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他希望成为一个永不沉没的知识巨舰，来引航，来领导下一代的年轻人了。所以这个妈妈也是化悲愤为力量啊。所以这是这个图书馆上面魏德纳他的名字啊，永远刻画在这个地方，也让他了解到这个真的是在要去注意到很多很多的这种细节啊，就是你观察没有观察到好，才会撞上去那么危险的冰山，造成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医疗上我们有时候症状好像冰山一样，你到底能看到哪里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根本看不到，等到撞到了才注意到。譬如说一个病人啊，4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的症状是血尿，这个血尿就有点像冰山那个味道，它的严重度是很高，所以大家会去警觉。可是这个血尿之前可能有尿道感染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尿液有一些什么状况，也都没有在意啊。等到真正的在这个膀胱这个附近出现什么状况啊，才来做治疗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相对晚一点。当然也有些状况，它是一开始出现可能是血尿，但是如果常出现频尿，或者是上厕所会痛等等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还是需要请泌尿科或者妇产科的医师啊，多注意到这个情形。但这个病人发生问题的点就是在肾脏以及膀胱这个地方，所以给他照这个 X 光，大家看这个好像看不出什么，确实是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因为肾脏跟膀胱它本身都是 X 光照过去，它不会显影的，所以怎么让这个地方显影出来，就要透过这个摄影啊。打上这个显影剂以后，到我们的静脉去，这个静脉去以后，这个血流就会在肾脏那个系统给它要排出来，排出来，因为这个本身呢、有它的这个X 光穿透不过去，所以就会呈现出白色的这个状况，这就叫做肾脏的一个摄影。透过这样的一个摄影啊，才有办法去了解病灶的那个点了。所以这个泌尿科的医师啊，给他做这样检查以后，就发现这是打上这个显影剂以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肾脏的一个位置啊，这边是输尿管，白色这个管状，这是输尿管的这个情形。这边跟这里的输尿管，大家比较看一下，这个好像是比较胀大的这个状况，在这里的输尿管，这里啊比较正常的是输尿管的一个结构，所以这里是有个肿瘤在这个地方。如果仔细看这里颜色有一点点不太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肾脏肾盂出口的肾脏前面那个地方出口那个地方啊，有肿瘤在这个地方，所以造成这个病人的一个问题点啊。那给他在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膀胱这个位置啊。所以膀胱的一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膀胱里面尿液的这个情形啊，这里有白白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膀胱里面另外有肿瘤的这个状况啊，这个膀胱里面另外有肿瘤，所以表示这个跟刚刚的那个肿瘤是不一样的一个位置啊，它产生出来的一个症状却是同瘤合在一起啊，用血尿的方式呈现。所以这个病人他本身在这个地方，刚刚可以看到这个肾盂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有肿瘤，然后到膀胱这个地方来以后，在膀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颜色比较白，这个颜色比较黑一点，这个地方也有肿瘤，所以是等于两个地方的一个肿瘤，这里有肿瘤，这里有肿瘤，所以开刀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切除掉，这里一部分的膀胱切除掉，才能够治疗他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但是这个同样出现的一个症状，通通都是血尿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膀胱的一个警告系统啊，事实上是蛮多的，它不是只是用出血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还是用许许多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要多了解它，这就是膀胱肿瘤的这个状况。就提到那个博物馆永不沉没的巨舰，有时候就去感受一下吧。感谢收看，再会。